你好，我们又见面了，大家早安、午安、晚安、全日安，欢迎来到神芒第一线，好多谢大家的支持啊！一早就来到这里，希望大家帮下手点赞、订阅和分享。那咁啊，有些事想跟大家讲下先啊，跟当年今日冇关嘅。咁啊，寻日当然有一段仔就讲咗，即系呢个十大中文金曲啦。咁啊，当中就提到啊，某位女歌手的 fans 好恶咁。嗱，即係咁講，唔係全部都好惡，一定要講翻清楚。其實我冇講到話佢啲 fans 全部都好惡，只係一部分，有啲仲好唔合理添講嘅嘢。即係點解好唔合理咧？其實明明都冇講到嗰位女士嘅嚇，跟住咧就有人會殺入嚟咧，直播嘅時候殺入嚟就話：哦，你都係單打嗰位女歌手啦，完全冇提嗰、那個女歌手嘅名嘅。其实即系一定唔会讲嘅，即系话单打嗰啲点样单打，即系我都唔知道。其实啊，同埋你话要睇下，我见唔到啲人几恶哦。咁你咪睇下，即系有其他节目嘅之前下边有啲留言。不过佢哋嗰班人咧，听咗我讲呢句说话之后咧，就删咗好多留言啦。即系我翻到去睇翻到，咁冇所谓嘅。你即系咁讲，即系好老实讲啊，即系你做嘅嘢吓天之道咯。我只能够讲吓，咁我相信大部分咧。即係嗰位女歌手嘅fans 咧，都唔係壞人嚟嘅。不過有啲人好偏執，我只能夠講啊，即係好得意啊！即係我見到而家即係香港係好得意，即係當然有一班人喺度煽啦啊！即係譬如男友有班男友就煽人去鬧 Mira 啦，咁有班網友就煽人去鬧呢、這個即係嗰位女歌手啦嚇。嗰、位女歌手我費事提名啦，因為連名都唔敢提啊，而家係。啊、即是一提名的话又被人闹又被人退订、我又压力山大是不是、即是压力山大我不想因为已经很大压力了很多东西都、即是你如果这样搞的话其实、即是我也要讲即是讲真的你叫人退订又好什么都好我都没什么所谓、我最多就被即其他兄弟妈叉的啊、即是有这样的情况出现但是我都讲过好多次没人可以左右到我讲什么、即是还有一件事也都很多谢那位、即是入来踩场那位女士、应该是女士疑似是女士她令我呢就、对这个 Mira 呢真的了解了多一点其实呢我要讲回我的少少东西先其实我一早没有听 Mira 的歌我告诉你18年的时候呢我就听 Era 的我是听歌我很得意我喜欢听一些过瘾的歌因为我要放松我自己的听歌的时候因为为什么会听尹光的就是我要放松自己。我后生的时候我是听软硬啊掌门人啊那些。喂即其实好老实讲每个人呢是有自己的偏好的。这个是一定会的。即你听歌这一样东西是很过瘾的东西的。即我讲了一样东西其实就得罪了他们那位女歌手的。fans， 我话佢唱得好好，技巧好，但系我就麻麻地，我就唔系好中意嗰啲唱歌好高技巧嗰啲人嘅，即系我都好坦白同大家讲，即系你谂下我不嬲听开乜嘢，即系我听尹光系多嘅，咁你尹光啲唱歌技巧系咪真系超级好咧？你自己谂下先，即系个现实就系、是，嗱，点解一开始要出嚟讲呢个呢因为啲退订太多啦。即係同埋當然係有啲人係即係不斷孖叉我啦，咁我冇所謂，你咪咪鬧咯。即係好老實講，即係每個人有唔同嘅意見嘅。其實一定係我其實已經冇鬧你哋嗰啲即係惡粉噶啦。即係好老實講，係完全冇鬧啲惡粉，係完全冇鬧你嘅。其實即係好老實講啊，即係有啲嘢咧，我想播啲聲帶俾大家聽嚇、不過咧。即是我播呢啲声带嘅时候呢因为我要经手机播今日、即是唔好意思啊因为呢个系要经手机播嘅声带嚟因为我喺手机嗰度录低咗。咁而家你喺手机度录低。因为呢一啲声带呢就系、TVB。有人话喂你好憎 TVB， 其实讲真啦我从来都冇憎 TVB 嘅呢个我一定要讲返我好多时候都系睇 TVB 嘅。尤其是系嗰啲旧啲嗰啲嘢，我系睇好多嘅。不过而家可能近年咧就少咗啦，当然系。咁 Chloe 就话各有各爱好。咁我就播少少
喺一套 TVB 嘅可以叫做電視電影啦，佢有十個單元嘅，佢十個單元咧其實都冇關係嘅。佢嗰套嘢咧就叫做《驚心都市》，喺九幾年嘅時候噶啦嗰套嘢。咁咧，即係我記得我睇過即係有啲關於即係好癲嘅粉嘅內容嘅喺裏邊啊。咁嗰一集咧就係吳國敬，佢咧就做一個歌手，嗱佢係歌手飾演一個歌手。咁當然。仲有佢嘅保姆咧，咁飾演佢嘅保姆咧，最初佢個保姆咧就係一個男人嚟，不過跟住嗰個男人咧就俾人殺咗，咁跟住咧陳松伶咧就去咗做佢個保姆。嗱，咁陳松伶去做佢個保姆嘅時候咧，嗱呢一個就好得意啊！咁陳松伶咧其實一直咧都係中意聽劉德華啲歌嘅，喺佢嗰套劇集嘅 setting 裏邊係咁啊，或嗰個嗰套電視電影或者你咁講嚇，佢咧。但是呢之後呢嗱呢個吳國敬呢最初呢都好反感嘅。有乜好聽嘅呢啲歌咁樣。咁但係跟住聽下呢即係喺劇集入面吳國敬呢都係吳國敬應該唔係吳國敬佢吳國敬對唔住我有啲講錯咗成日叫佢吳國敬。嗱咁吳國敬呢跟住佢就話我都俾呢個陳松伶感染到。即係都開始可以聽下呢個劉德華嘅歌啊！咁我而家播一個聲帶俾大家聽下，唔知播唔播得清晰㗎？即係呢個要用手機播，所以可能冇咁清晰㗎。播少啲聲帶俾大家聽下先。我就话俾你听，你交机，你唔系同人上床啊？你边个收金榜啊？我上司好啦，呢个第一段声带啊，仲有几段嘅。头先咧就系讲，即系一个比较癫嘅粉咧，就去袭击阿吴国敬啊。叫我肥妹仔啊！喂，肥妹仔，阿 man 咧而家就坐喺我身边啦，有啲咩尖锐嘅问题，即管问下佢啦。肥妹仔，你好嘛？这个称呼呢是你给面子才叫我的。那你又影讲到唱歌你哪及得 Danny 来呀、啊、肥妹仔做人怎么可以这么偏激的在乐坛里面每一个歌手都有他不同的特色的嘛。那他是不及得 Danny 嘛。Danny 跳舞挺好的但是讲到唱歌渣。你不是怎么说你个死基佬你不要踩我 Danny 啊我跟你死过的。啊、原来人肥不单止胆固醇高啊仲会心火盛添嘅。嗱肥妹仔送返首歌俾你听下啦。唔该你下次对我啲 fans 斯文少少好嘛。好似係佢哋唔斯文呢我。点都好啦。你要记住啲 fans 系乐坛支柱嚟。冇你就冇我亦都冇你。如果你咁都唔明嘅话你根本就冇资格做保姆。喂。哇呢位朋友是不是吃得蛇羹多啊为什么这么粗的不粗就有鬼了我不是上次带我来的肥妹仔咯。又是你啊哇你都挺好发指的、啊、又被你接通到的。你得我啊那个man都离谱的死了保姆关系什么事叫警察来查我。神经。警方又找你去协助调查吗不是咯说我啊上次恐吓他、啊。我有嫌疑他傻的他的人啊生活不得检点又不知道是不是惹得仇口。我话唔定啊，啲基佬情绪就真啦，嗰啲咁嘅基佬啊，死都冇用啊！嗱，即系咁，嗱，当然头先嗰啲说话里边梗系有啲好歧视性嘅嘢啦。咁睇下有而家市面上有冇啲人咁样做，有冇咁样讲，其实都有嘅。但系嗱，其实点解我要攞呢个声带出嚟讲咧？就系、是、喂，有好多嘢咧，这个社会系进步咗噶啦。即是进步了对于有不同性倾向的人是包容了。
咁但係嗱，即係好老實講嗱，咁 Wing Hong Lee 就係嗰個肥妹仔，咁、那、嗰個肥妹仔係當然係專係飾演喺即係喺香港成日飾演肥妹仔嘅演員啦。咁亦都係喺食神裏邊咧嗰個啊，即係喺呢個厭食症嗰、那個病房裏邊咧做護士嘅嗰個阿姐就係佢嚟嘅。嗱咁 Chloe 就好似廣播劇，其實咧嗱 TVB 嗰啲劇集咧從來都係咁嘅，好多時咧都係用對白咧嚟表達即係嗰個劇情嘅，就同其他嗰啲即係電視劇咧有啲唔同，即係譬如你韓劇嗰啲咧，而家好多你要真係坐喺度睇個畫面先至會知道佢做緊乜嘢。咁TVB 嘅劇集就從來都係咧，你可以聽住嚟做其他嘢，都唔會有啲咩問題。嗱，收卷量又百貨有百客，其實嗱，即係我都咁講。你話我會唔會偏袒邊一個？其實我又冇乜偏袒嘅，即係好老實講。你話我係你唔偏袒，你分明就偏袒 Mira 嘅，咁有人咁樣講。咁即係好老實講，我完全咧最初咧係唔係好認識 Mira 嘅，係有某啲即係惡粉咧，佢出嚟講完之後，我就嘗試去了解一下 Mira 究竟喂，即係冇理由咧有咁多惡粉，另外有咁多人去聽嘅。咁我嘗試去聽一下，因為其實我聽 Era 嗰啲歌咧，我都唔知咧佢係改呢個 Mira 嘅歌嘅，最初嘅時候係。啊、即係我個人好簡單嘅，即係好多時聽歌，喂過下癮咪得咯，啊聽咗開心咪得咯，係咪？咁加加二就係點會咁唔顧身世義態咁樣講嘢？有好多人都會咁樣嘅，其實、啊、即係點解頭先即係佢呢啲會有呢啲出現？其實不嬲都有，即係你打上去電台講嘢，有啲人不嬲都好極端噶啦。不過而家有啲嘢改變咗啦，即係點解話而家有啲嘢改變咗？而家改變咗咧，就係嗱，我見得到嘅好明顯嘅，即係改變咗嘅嘢咧，就係因為個個人都可以上網鬧人嘅嘛。其實個現實係你自己諗下，係咪即係個個人都可以上網亂差咁鬧一餐嘅啊？可以留言啊，有自由嘅，咁你咪會睇到即係放大咗啲聲音咯，係咪就係咁嘅啫？嗱咁好啦，嗱唔好嘥咁多時間，因為呢啲話題咧，我係覺得浪費時間。不過我點解都要講咧？本來我諗住喺細台度講啊，不過諗下都費事，因為喺細台嗰度講咧，就梗係又有人話咧，話你依個係單打人。嗱，我即係好老實講嚇，即係即係好老實講嚇，即係如果唔聽佢哋啲歌咁冇所謂嘅，我覺得。即係你講真，邊個聽乜嘢歌，個個都有自由嘅。喂，我是比较喜欢听尹光，我到现在都是即每一次都很期待尹光有新歌出的。其实他刚刚近排都有首新歌出，我都经常听在这里。你觉得即这些没 taste 的没 taste 的那一定有其他人会欣赏的，是吗？是吗？好了，那讲到这里就算了。啊、即有些东西、很奇怪的，有些人呢就硬硬都要说哦，你为什么听他，你没 taste 他好一点。唔好咁样啦，每个人即系都有唔同嘅即系喜好嘅，啊，个个人都有自己嘅喜好，系咪？好啦 ，Connie Chan 又讲得啱啊，唔好要求过高啊，娱乐大众系目的嚟嘅，啊，好啦，休息一阵啊，翻嚟讲其他话题。